国手胡金龙体验市长按摩，但这位按摩师怎么有点面熟？原来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给这位大来宾惊喜，也为环状线市长按摩店热闹揭幕。市长按摩旗舰店正式开幕。许多医院、车站、运动中心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市长按摩店，新北市这回更在捷运环状线以旗舰店规格打造第24家市长按摩小站。在经济状况不景气的同时，各位不要忘了，很多弱势族群我们要给他们支持，所以我们推出来跟富邦悍将以胡金龙为代言人，推出即时刮刮乐，还拥有球员卡。环境新开幕还特别推出满千送百、网络抽奖等多元行销活动，再加上棒球明星的加持，希望能不受疫情影响，为市政按摩店提升业绩。请杨忠胜、王爱宁新北市报道。